每日灵粮，欢迎收看每日灵粮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五章，而我挑选的地是第十三节、十四节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个警悟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身边的人好重要。你身边常常是怎么样的人？这些人可以提醒你事情吗？可以告诉你事情吗？感谢主，乃曼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，可以来提醒他，告诉他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可能我们都会觉得，我们如果没有他的提醒，乃曼可能会觉得说你在糊弄我吗？你怎么会叫我做这样的事呢？可是这个人他这样告诉乃曼，是的，其实就做这么简单的事，你难道不做吗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思想很重要？我们里面有没有很多错误的期待？乃曼可能因为有一个错误的期待，他觉得你不应该为我祷告吗？你不应该按手在我身上吗？你不应该怎么样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有时候去找一些人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期待对方做一些什么事，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对方跟我们讲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以利沙对乃曼说：“沐浴七回，沐浴七回。”而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。同样的，有没有可能，他如果没有沐浴七回，沐浴六回，沐浴五回，或者沐浴三回呢？这样子他会得洁净吗？我曾经看过一个人，当一个他去找了一个先知为他祷告，先知提醒了他，但是回来呢，做了一两次就不再做了，很可惜。其实先知已经跟他，他一直渴望他的家人得救，可是先知跟他讲，他看到你在晚上在你的家敬拜祷告，你的家因此就你的家的氛围就改变了。我看了他敬拜祷告几次就没了，然后继续又在黑暗里面，继续又在，因为他期待教会应该帮他做一些什么事，所以我也曾经为他领受过，可是神都没有给话。哦，原来根源在他自己身上，原来神就是要他去改变，神要他开始在他的家敬拜，而不是别人可以为他家做什么，所以根源在他耶，在自己耶。我就觉得这么的稀奇，这么的特别。所以你我有没有借此我们真的认知，求主真的帮助你我，是一个，第一个，求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可以跟我们说实话的，可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的。当领袖教会的一些人对我们说一些话，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，我身边的人可以是帮助我引导到对的位置，提醒我不是应该这样子的，他们这样说一定有原因的，领袖这样说一定有原因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的思想，我有没有一个错误的期待，我觉得领袖应该做什么，教会应该做什么，所以对于领袖教会他们说的话，我反而不在意去听了。第三个，我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做，就像这里讲沐浴七回，我有没有办法真的沐浴了七回，持续的做直到好了。渴望我们在
这一阵子真的生命有突破，愿神祝福你，阿们。站定。